现在现在一时有个东庙宇，宇里有个鱼缸，一下做毒缸而成门。那个鱼缸最毒的目标，比这油烟内可以做致富大型。油烟里，我太后驾崩，举国悼念，我地下了一个命令，整个国家给禁止音乐杀你。那个鱼缸莫想贴出一个告示，这社谷还是老百姓嘎嘎为谁为恼？生好没音乐呢？我老都还总你吃过呢。大贼家家也不够反抗，只有偷偷跟个吃两句。有一年，那个鱼缸涉嫌就是经过一座山，不能举出来吃过的声音。还有能够吃过？可好，海螺，我个缸都发大哎。那个鱼缸莫想贴了一张新的告示，大家都爱进去耍了都吃过个侬。如果有家家晓得，俺屋里过奖，俺说了。哎呦，不过家家不晓得吃过俺说了啊，当时老石头啊，有个小学生，一副高娃，鼻烟头啃啃侬，丢在个衙门里去哦。就是，你晓得耍了都吃过个侬，这家家，这个人阿么？大胆刁面，竟敢糊弄我！好。真的无糖一起加上，如果唔白，我头皮疯啊咬啊咬！我说，那个鱼竿，他个小人也起在个沙里了。到这里，家弄都没木着，满脸的掉面，快点出来！突然之间，被那些沙啦，通家弄开，眼神也开出来了，口子也开出来了，一个神仙那个老太婆从院里头丢出来了，那个小人就弄虚额头。不比这位敲钟的神师呀，木桌堂的老百姓个个都想不开心，吃了一只鼓，好开心心。那个小学生跳得个秀丽，这还个阿嬷呢，跟我一起跳。那个小学生得个送的二个一座耍了哇，这还个鱼缸怪石头啊，莫说他。哎呀，真的有神师呀！哎呀，哎呀，还会以后有弄真的敲鼓。还屋里真的没办法哇！店内，那个东庙宇的门口头，被贴了一张新的告示：有神仙保佑，以后正门口弄座山，被二座孤山。